么你要来打高校了，因为我真的发现我好像高校的中队没有补齐耶。那我这边的话就把高校给打一打。那第一件事是你们要补子弹的话，其实现在进高校蛮方便的，但是要先打过第一场，这边才会有那个子弹消耗的 buff 出现。那我这边的话就先做一下那个高抗跟三明治。我今天就是比较快速的方式把高校给打一打，因为说真的，我现在拍片的时间是晚上了，很晚很晚了。那我们就赶快把高校给砍救掉吧。那我这边就今天就打31到40楼了。那有些人一定喜欢打11楼的，可是我觉得其实不用那么急哦，因为打那么快，我是真的觉得，我会想要多拿点资源，因为我觉得资源多点是有好处的。哎，我的那个弹药箱坏掉了，我出去摆冲摆一吧。那高校低楼层基本上榴弹还是可以轻松碾压啦，那至少压到高楼层硬一点之后，我们再换成步枪打。那这边的话，停电是要启动3台发电机。哎，这关机还蛮简单的。哎呀，这个炮还蛮麻烦的，是不是？伤害没有很高，那还好。啊，31楼这关是跑快一点就不会赢到过了。这时候跑还慢吗？对，贴墙跑的话基本上不会到过。那我们这边就贴墙跑，不理他。31楼的诀窍就是切墙跑，那跟以前一样，没有做任何的改变。那这次改好像是你跑跳的时候体力恢复好像有稍微做修正。以前我记得跑跳好像可以一直回体力嘛，那现在跑跳好像体力恢复要很多，不过还是可以一直维持跑步状态。然后30楼过关，我们再往上楼，这边我就尽量快一点。我快到我完全没有看什么。算了，感觉是自己行的楼层。图书馆不是自己行的楼层啊，那我干嘛？到达指定地点啊，要守怪，这关要守怪。那这边小诀窍就是，记得先准备弹药箱。我有危险吗？我没有危险啊。这边记得先准备好弹药箱。这个有修是比较好解了。而且他进步了欸，他以前，我记得以前这个是只有木栅栏没有电网，他这次竟然给你电网，好棒。然后这边你们要注意左上角的任务提示哦，他任务提示提示完之后会跟你说已经过关了，然后叫你离开，怪是不用到全部清完。然后现在是要全部修完，他才会让我开下一关，是不是？那我可以故意不要修嘛，拖到时间到。好像不行，那我们就照着剧情走了。你要我修，我就我修理，好不好？他这个之前是不管你有没有修好，他会直接出关。那有，修了差不多之后，我不知道是时间的问题哦，还是修了差不多之后，他就叫地狱橄榄枝。那这边还是一样啊，榴弹为主啊，榴弹为主。下雨有点大。怪变笨了吗？打快打！那这次有给电网还不错，因为你看有电网的话，其实怪不太会需要理它了。那这边要稍微小心点哦，稍微注意一下弹药。如果弹药快到期，赶快补弹药箱。那基本上这一关就我刚刚玩好，我家电网怎么快爆炸了？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怎么一转头电网就没血了？那如果害怕这关打不过的小朋友啊，你们可以把那个家里手撕槽，如果有多电网没有用的话，你可以拿来这关用。第32楼，
如果有稍微卡关的话，可以尝试这样，只是把家里的电网拿过来这边用，那多下几层电网，我觉得应该有卡怪的问题。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卡到怪，但是可以尝试一下。刚刚是遇到胖胖吧？我记得胖胖应该会炸那个电炸网，胖胖好像会高射炮，屁啦！哦，有炸到了。你看、啊，这样怪基本上就很笨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是要清完才会出下一关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像真要清完他才会出下一关的。这关我不知道守多久。哎、欸，我是卡到什么 bug 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像不知名的卡到了一些 bug。如果你站在这个上面，部分的怪好像不会冲那么快哦，那你们可以拿步枪慢慢打。我是卡到 bug， 我不确定哦，我不确定，但是感觉上有点像。你看，怪没有移动，因为怪现在是锁定我，他们没有先锁定栅栏，那就变成是怪因为盯我盯不到我，然后变成是说他们现在怪的动作有点笨笨的，感觉好像哎、欸、有下一层楼下一层楼，感觉有触发到一些 bug 啊。你们现在可以试试看哦，站在那个第一个电网楼梯上的这个电网上面，那感觉怪不会主动向你冲过来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是不是 bug 哦，那你们可以再尝试看看。哦，那这边就是我们的32楼，接下来33楼、我就懒得看他的介绍了，也是抵达指定地点，抵达指定地点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哦，这个好像是轻怪楼层，极道兽的感染者。看到这个就难过，看到这招烧枪关，也不算烧了，现在是不会烧枪了，不过就是很浪费子弹啦，很浪费时间才对。我比较讨厌这种不用技术解的关卡，我比较喜欢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关卡需要一点技术，我会比较喜欢一点。那像这种不用技术的关卡就这样吧，就留段伺候。下一层了，好，下一楼，下一楼，那是干，那是干，还蛮快的、啊。前几楼，哦，对，可我这边是高配哦。真的是高配，因为我基本上已经算全力输出了。哎、欸，我的榴弹师还没进阶。哦，对，我的榴弹还没进阶，我都把榴弹进阶下。然后34楼，击退感染者，找到钥匙之后离开。这个我记得会用到步枪，所以我这边我先把我的。DS， 我的 NN94， 我先上一下那个，我先上一下那个配件哦。我记得打那个，我先补一下子弹，来不及，刚刚有在电梯里要补的，忘记补。好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那么凶啦。等一下，让我补一下子弹没？这，好，我躲在这里面。嘿，打不到我嘞！那之前的 bug 都没改掉啊。这边还是无敌地图。哎、欸，我又补了，忘记了，不好意思，老人痴呆。我想说，我子弹好像快用了。这关比上关狠欸，这关他还没给你那个油桶。那这边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是躲在那个柜子上，会比较好打一点点。那因为这边怪物等级不高啦，所以我还是硬刚为主。那这边会建议你们，如果怪太多的话，这边，从这边哦可以跳上柜子，跟以前一样在这边打就好了。OK， 那我们下一楼了。哎、欸，对，还要找钥匙。这个有找跟没找一样。
收拾，然后还给你一张绷带，然后绷带就顺势用用吧。虽然我血是满的。好，下一楼，下一位是篮球场的感染者，这关我不知道是打谁，那我们找一下。今天算是少数认真一点点的打高校，之前我都还蛮轻松打的啦，只是今天因为时间不早，现在拍影片的时间比较晚，所以我就快速通关为主啦，就快速通关为主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后面的，如果你们目前打的进度比我快哦，新娘，那这边一样，基本上是可以站上面打他的。不过有些弱点会打不到，没关系，我们稍微调个角度。好，下一关，是不是太快一点点？算了。哎，三十五楼，今天是那个三十五楼可以选择那个剧情支线喽。那这边剧情支线会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哦。在这边你们把这个拉开来，那看一下那个辐射高校这里哦。那这边是有选剧情支线，那这边我希望是可以解到错过的启航啦，所以我们就来看看选择吧。哦，就是你了，卡路里。不干我的事，我们选我来救人吧。等一下哦，我选的我目前三个选项是选122，第一个，然后后面两个问答是选第二个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完成。然后呢，我的高校奖励是给我哪一个？那下在信箱里，那我看一下，35层，34层，耶、yeah ！我看一下，他说会经过信箱给我，那我看一下我领到哪一个。骗我？那有人知道这个我们的高校密室这个去哪里？去哪里获得吗？因为他好像没有给我。那没关系哦，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吧。不是交易所。不确定。那到时候再看看吧。好，那这边我继续打。我以为他会直接公布我选到了什么答案呢、欸？结果现在好像还是看不到、喔。那我们先把后面的楼层给处理掉吧。哎、欸，我是没有那个了，没有高亢。到达了吗？真是。好，走吧。到达指定地点。启动第一台发电机。OK， 启动第二台发电机，楼上吗？还是这里？
感觉应该在楼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去楼上找吧。如果不是在楼上就尴尬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是在楼上，是在楼上，这样吧，这个感觉可以张开，可以。好，那第一楼的要清啊，第二楼的怪人就可以不用清。第三台发电机在操场。耶耶耶耶！那这边也不会有怪哦，也算是轻松的楼层。OK， 那我们就下一楼了。那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敲完发电机之后就开始出怪了。那出怪会比较麻烦一点点，尽量小心。不过还好啦，这边的怪都还蛮聪明的，所以摸不到我们。而且现在高校其实武器跟无人机都已经不需要耐久了，所以，如果比较怕打高校的话，可以租台无人机哦。那我会建议你们至少都打到45楼。45楼能领到的奖励还不错啦，那至少有换一个新的荧光棒嘛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继续了，就不停留了，就不停留了。要到二楼去解，去 Q 物件。二楼去开启两台发电机。哎，我现在直接在二楼。啊，这个我不喜欢的兵长。有怪吗？感觉没有。哎，在哪里？后面。咦，没有什么难度可言的。是我不小心触发了什么事情？还是发电机启动完之后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？我觉得不是发动机启动完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哎，没有哎，啊，这楼就叫我启动两个发电机。啊，这么佛的吗？送分关？我佛你，楼下。上一关之前这关那么简单吗？这样还要费我一分钟。好，38楼，女学生，她是女学生，我没看错吧？这么丑女学生，我不承认。这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打法是可以不要打，38楼不用打，别惹女孩哦，不惹你行了吧，拜拜，我们明天再见。3738基本上算是两个比较送分的楼层，我记得好像上次就是这么送分的，对不对？30秒，好，下一关，还蛮轻松的，39楼。两台发电机，楼上的两台发电机还是楼下的？感觉是在楼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楼上。好，我们直接上去吧，我们直接上楼。就开了。这边应该可以这样子看，哎，不行。直接开就好了，他根本没有上来啊！我在紧张什么啦？我根本都没有上来啊！这刚刚我这帅气的走位嘛，机超无流。那一路到39都是送分关哦。40楼，老师在小学学的是什么？啊、哦，我想起来这是谁了，是口臭仔。啊，走吧，我们这关是王关哦，所以我直接叫无人机出来打，这样比较快一点点。老师呢，就是上课嚼口香肠啊，然后到处会喷奇怪东西的家伙，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打吧。那、啊、这边我就直接火力抵押了。那如果你们有，这样还是会打到。
欸，这个火力高到可以直接把它秒掉欸！以前超麻烦的，以前要打回两次血，你知道吗？以前要等他把所有的那个僵尸吃掉血补满哦，结果这次竟然直接火力碾压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选一下吧。他们人呢？哦，有，他会跟教会的人一起走，安全吗？哦，这样应该有成功，这样应该有成功。如果他跟教会的人走，那表示我的任务应该是完成的。竹之启航，等一下，竹之启航，竹之启航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竹之启航是哪一个？高效密室，没有，是40楼的熄火跟安全着陆。我应该是解到熄火，我应该是解到熄火，那应该没有错，我应该是解到错过启航跟熄火。嗯哼，哎，可是这个没有选到，为什么？所以是选错了，所以我没有领到这个吗？我不知道。那熄火跟安全落地要45楼才选得到，哎，40楼的熄火了。首选结局奖励，我不知道哎，还是我要去外面才看得到。唔知影呢，真正唔知影。好了，那我们高校，我直接打41吧，因为今天会重置哦，今天会重置。有这边有讲哦，本周日20:00时更新至26层开始挑战。那我不确定，如果你26层之后再不打，它会不会降到11层哦？那这边是降15层，没错，它会直接从40楼掉到26楼。那我这边再多打一楼吧，我今天就把41楼打过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再努力一点点，我就把41楼秒掉，好不好？可以使用两边的哦，飞火线，这个是会着火，对不对？哎，也没有着火，我们自己加热。好吧，我们再到达指定地点吧。那我们去2楼的篮球场。Let's go。使用两侧的房间来躲避怪物啊！怪很弱啊，这些怪根本都不想理我，我也不想理他们。我原本想说往下解啦，然后拿一些那个点数之后可以换物资哦。不过目前看起来就尝试用无人机哦，这个是无人机关卡，要前面一点点，我就在这里才可以。哇，也可以直接走过去，对不对？那没有关系，吸气，然后带过来。这边就是欺负无氪玩家，没有无人机整走过去接。好，走吧。如果你们没有无人机的话，也是一样可以走过去接哦，那不会消耗太多时间了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进下一层吧。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那30楼到41楼其实蛮多送分关卡的，其实包括这一关也就是送分关卡。那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大家，那就到这里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简单人生。那我们明天再见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